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Chris， 我来自新山，然后我是从事服饰业的。其实我很喜欢当大女孩啦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女孩就是以可爱为主，其实可爱没有什么不好的。脸吧，因为圆圆的，像汉堡，其实是没有的啦，主要是看你自己有没有自信穿这一些服装。如果你自己很有自信的话，其实你穿什么都是漂亮的，都是一些可爱的啦。我比较喜欢穿起来比较舒服的。但身上的这一件呢，其实它就是现在我是跟风的，所以它是平口的，然后呢它比较宽松一些，因为我并不喜欢被约束的感觉。那其实浅蓝色呢，蛮多大女孩都不敢穿这样子的色系，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穿更凸显你的可爱，因为它是一件是很方便穿，我比较喜欢舒服的衣服，而且重点是它不是全部都是死黑的，还有一点红色，就蛮鲜艳的，所以呢不会很像说很单调，看起来很暗沉的感觉。